管得特别严，然后只能跳一些古典舞啊这些。大家要是觉得慢的话，大家那个可以点点关注，跟着主播回家。对对对，就欢迎大家来我们九九二频道。先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，《再见，只是陌生人》来了。是错的人，有些错我们都要负责任。是否我爱了不该爱的人，其实我想要的并不过分。爱过你至少我坦白承认，有些错我们不用去争论，只是我错过幸福的时分，这座城多了个伤心的人。我们爱到难舍难分，爱到奋不顾身，为何再见只是陌生人？夜来的无声，我的心宝宝们，欢迎大家来我们九九二频道，燃爆新秀就在这儿。对，回音是为各舞主播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，谢哥点的关注，谢谢谢谢 ，thank you。然后呢，还剩下十多分钟时间，跟大家就是现在官兵好像只能跳古典舞，跟大家带来一支，跟大家跳一个那个，跳一支古典舞。然后一会儿我们那个40的时候，45的档吧，好像是。9:45的时候要来顶个档，大家想听什么歌再共鸣扣一扣，然后我们在官屏呢可以跟大家唱唱歌，想听什么歌大家可以扣一扣，只是选取第一个哟，说慢了就不算了。然后麦上一麦二麦的关注一下，先跟大家带来一首爵士拉丁，希望大家喜欢。Cheer you up， 谢谢各位夸奖，主播点关注哦，记得大
个好眼光。Creeping up on you.
二频道，喜欢主播记得点点关注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，麦上姨妈麦点一点。然后最近关屏只能跳就是民族舞蹈，可能跳比较多，喜欢的话记得点点关注，然后跟着小姐姐们回家玩。然后对，然后那个现在还有不到四分多钟的时间，我们一会儿再重述一遍，我们一会儿9:45的时候就是有顶个档，大家想听什么歌再共鸣扣扣，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唱给大家听。谢谢大家的共鸣扣66，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宝宝们，感谢大家。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跳一个男团的舞吧。然后一会儿的15分钟准备了一支民族舞，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然后一会儿那个接下来会有更精彩的主播，会有更优秀的主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。We feel right, we burn.